可以啊，可以吧？你就不用在这边拍了，就都在这里，下一科在这里。第一科，第二科。老师要从哪边走？老师要从后面走。想象中是这里，是最好的东西。大家从青楼前面走过去会比较远。应该他应该从镜头前面走。如果镜位在那边太阳，他是因为那个镜头，他从那边的话，他会在女主角后面，他应该在女主角前面把女主角过去。哦，算是吧。先把椅子，然后椅子可以合嘛，让他从空间之间走。还是黑板是弯的，黑板好像是弯的。他要带女主角，这黑板好像前面走过去。我会希望最后的画面是，好，这边是前景，菩萨伞，然后把它拖走。